10:05，肖战生日的点，李宁官宣肖战成为李宁运动潮流产品全球代言人，这也是肖战2021年继蒙牛、腾讯视频、莫森第4个代言，其商业价值太绝了。官宣照中，肖战身穿的衣服、包和鞋上线几秒售罄。早前肖战代言莫森眼镜，不完全统计销售额已高达1亿。说到李宁，他是家喻户晓的体操王子李宁先生创立的品牌，已传承中国文化，引领全新的运动时尚生活。